愈合的非常好，肯定不会留疤。那我下次还用来吗？额头上的伤是不用管了，不过我觉得，要想留住这寸财神，下一步非常关键。严格的来讲，他的这次治疗已经完全结束。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销售，我们绝不可以招架，必须无中生有，创造条件，一步一步的引领他。 医疗整形的大坑，啊不，行的，我说的是行的，口误，回头这一段一定要掐掉，一定要掐掉哦。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，一切都可以从一次深层清洁开始。你说话不够脑子吗？你这么问，他说不用，你怎么接？谢谢好善，就此拜拜。好不容易碰到这么正经的男人。 就算他们成恋爱，起码也让我来场浪漫的约会，过过瘾吧。明天我正好有时间，做个免费的面部清洁，我们一起去游乐场。什么情况？你的爱情偷窥我？哎，你说为什么每一个主人第一个愿望都是爱情？这就是女人。 别当我磕 CP。 我明天正好有空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游乐场？见鬼了吧！ 我明明只是想给他做一次深层的面部清洁，怎么话到嘴边，还不听脑子使唤了？完了，我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吧？ 昨天许的愿，到底管得管不到今天？他不会不来了吧？兰陵，让你等这么久，你说我该自罚什么好呢？罚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一辈子都爬不起来。 帅的小伙子一般都是领着小姑娘出来的，领着长辈出来的可真不多见。这么大跳鱼，绝对不能让他漏啊！既然事儿都已经这样了，横竖也得去啊。哎，干脆找人给他制造点容貌焦虑，只要不白跑一趟就行。果然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这钱花的值。姐。 那你可误会了，她呀，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姑娘，只不过最近的皮肤呢……谁说小伙子就要配小姑娘？时代在进步，现在什么移植恋啊、姐弟恋啊，都是很正常的。
没事，真没事啊。真没事。哦，那行，那咱们继续玩下一个啊。啊？啊？开心了今天？啊，腿要累断了。休息会儿呗。 说咱俩今天第一次约会，要不要拍张照片纪念一下？行，你好，帅哥，哎，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谢谢啊。来，看这儿啊，看这儿啊。三、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三。 二，要不然还是拿姐的手机拍。你叫谁？咱俩不一定谁大呢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一般女孩手机里不是都有美颜这个 APP 吗？啊，我没有。啊？你居然没有？没有啊。说的对呀，那美颜相机都是自欺欺人的，对吧？真正的改变。 那得从自身。我这可是 Pro， 啊，我这手机贵就贵在这个，才三摄像头上面，干嘛乱用什么美颜 APP 啊？这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背景都变形了，我钱不白花了吗？是不是？说的对呀，钱不能白花。三二一。